我就崴了一只脚，你干啥给我绑成这样啊？啥意思啊？拍美人鱼啊？我第一次绑没啥经验呢。媳妇儿，我就是昨天上班的路上看见一个老大娘让西瓜皮给摔倒，我就叫了救护车，完了上车的时候呢，我不小心崴了一下脚，然后救护车就送着我一块上医院检查了一下。你干嘛还发个朋友圈啊？你发就发吧，干嘛拿我手机发呀？你就是吃个鸡架都发朋友圈，你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怕你忘了吗？你咋发的呀？老太太摔倒很难办，急需送她上医院，帮抬担架解危难，一不小心腿摔断。我就是崴了一下，怎么就摔断了呀？你这能怪我吗？你平时朋友圈不都这么发的吗？在楼下吃个鸡架，你说你吃烤全羊了；在海边搭个破帐篷，你说住海景洋房了；出门打个专车，你说坐凯迪拉克加长了。你都敢扶老大娘了，我不得说你摔断腿住进 ICU 病房了？腿断了都是我搂着说的，我就应该说你下半身瘫痪，从此只能紧握病床了，你明白不？你直接给我说没了多好呢。自从你发了朋友圈，咱家来了多少人呢？关键你还不敢跟人说实话，来个人你就给我绑上，来个人你就给我绑上，我现在都不会好好走道了。我看啥呀？赶紧给我解开呀。这年底了，我们公司正评先进呢，我在家待着多影响我业绩啊！就我那同事赵斌，对这个先进个人是虎视眈眈呐。你说我这一休息，这先进个人肯定是他的了。哎呀，老公，那你赶紧的上班去吧。你昨天发的朋友圈，我今天就去上班啊。老板以为我回光返照呢。老公，对不起啊，那以后我再也不发朋友圈了。那你好好在家休息几天呗。那有啥办法，休息吧。老板，快接，虚弱点啊！不是视频，快上轮椅啊！来，腾飞啊，怎么搞的？做好事情把腿给搞断了啊！这不一不小心吗？哎呦，我真的应该去看看你呀！不用不用来，但是真的没有时间啊，那就好。我已经派了你的好哥们赵斌去看你了。赵斌要来？哎呀，他已经到你家楼下了，就是不知道你住几层几号，你告诉我。那个老板，这信号不好，那个我这儿有点卡。喂，喂，怎么搞的？这个时候没信号？哎呀，我只好让他一层一层找了。坏了。赵斌要来，他要知道这事儿，就不是先进个人没了，连工作也得丢啊！呀，老公，那咋办呢？来，给我上装备。啊、哦，上装备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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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人吗？没人。啊，那我明天再来。哎，没人谁说话呀？开门，开门，开门啊！请问？你家有人腿断了吗？有。哎呀，可算找到了！耶，腾飞，怎么就这么突然呀？咱哥俩没好够呢，说走就走啊！差不多行了，我是断腿，不是断气儿。我情绪有点过啊！你是咋找着我们家的呀？别说了，光知道你家住八号楼，不知道几楼几号。我有办法呀，挨家挨户敲门，只要有人一开门，我就说你家有人腿断了吗？那人家没骂你呀？骂倒没有，就打了我两拳。哎呀妈呀，那你赶快坐下休息去吧。哎呀，好嘞。哎呀，腿断了啊！挺疼啊！我就来看你最后一眼。你就是来笑话我的吧？这话咋说？我给你带来公司上下的问候啊！那你就空着手问候啊？能空着手吗？来来来来，我特意
给你买了点水果。你这是买的还是捡的呀？是买的呀。来，你不生病了吗？给你带了点梨，梨罐头，凤梨酥。不错哈、啊，看病人有送这玩意儿的吗？还有还有，你说你人缘多好，咱们公司知道你腾飞腿断了，部门集体给你准备了慰问金。哦，20个人，每人500块钱。哎呀妈呀，让大伙破费了啊！腾飞，这钱咱不能要啊！等我上班的时候都还给他们啊！你先别着急，来的路上呢，我路过了一家慈善机构，我当时我就想啊，腾飞是做好人好事儿，才把腿给摔断的，我要把他这种精神延续下去呀，我就决定替你把这钱给捐了。捐了？我说咋了？我这不替你献爱心吗？你献爱心是不是应该经过我的同意啊？那我现在就问你同不同意？献爱心我是同意。同意不完了吗？你看啥呢？捐钱呢？刚捐呢。我可是经过你同意了啊。觉悟就是高。腾飞呀，这钱是不是得还？当然得还了。拉10000块钱饥荒。来，好了，我就问问，你这腿是怎么断的呢？崴的。摔的，先崴的后摔的啊啊！对，那个我想问问，你当时是怎么就断了呢？啊，一个不小心。怎么个不小心呢？断都断了，你问这么多干啥呀？不是我要知道，是经理想知道详细过程。啊，当时就是我上班的路上嘛，我看你一个老大娘踩西瓜皮，然后摔了，然后我过去扶她，我劲儿使大了，然后就断了。哎，你朋友圈发的是？扶老太太上车的时候断的，啊，对，那个救护车来了，大夫护士的，我得搭把手啊。然后我扶的时候我就没注意。我明白了，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当时老太太是踩西瓜皮摔倒的，你扶老太太等救护车，你往上扶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那块西瓜皮，你又踩了西瓜皮，把脚给崴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不对。你是摔断的，不是崴断的，先崴的后摔的。你等会儿我再捋一捋啊。当时应该是这样的，你扶老太太上救护车，当时你脚已经崴了，但是老太太还没上车呢，你忍住疼痛把老太太扶上了车。扶上去你得下车呀，你下车的时候你又没发现那块西瓜皮，你又踩了西瓜皮，摔了一跤，彻底把腿摔断了，先崴的后摔的，对不对？小斌，你这逻辑是真强啊，就跟在案发现场一个样，咱这智商啊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对对对。哎呀，你说坐这么半天了，你家也不给口水喝啊？啊，给拿水。不用不用，不喝，喝点喝点。老公，啊，水放哪儿了？就在厨子里边。天，不用放那去。走，放哪儿了？笨的，就在这儿呢。不走。谢谢啊。喝水啊。腾飞啊。啊。你这是好水呀，水珠贵族百岁山啊，这个水可不一般呐，不仅源自自然，而且口味甘甜，还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天硅酸，这是水中贵族百岁山。广告啊，吓我一跳，回头给赵斌拿一箱啊，让他体验一下贵族的感觉。你看这案情你也分析的差不多了，那爱心也让你给捐了，你是不是该走了？啊，对，行，那我走了。慢点走 啊。我还走不了。我还要恭喜你，咱们总经理说了，今年的先进呢，给你了。咱俩在一块这么多年，年年先进都是你的。今年我业绩可算比你好了，没想到啊，在这关键时刻。你用一条断腿，嘎巴，又给我踹出去了。哎，经理说了，不光先进给你啊，把你这事儿作为典型和总公司汇报了。这条腿断得好啊，那这条腿要没断呢？这时候了，没断，经理也得给你掰断了。断了，彻底断了。你说你这个腿断得真是……呀，来人了，来人了。
你这腿断的挺是。请问你家有人腿受伤了吗？有。您是？我就是他昨天扶的那个老太太。哎，大娘，你快进来，你快进来。小伙子，昨天谢谢你啊，他们说你腿断了，你这脸咋还卡了呢？是大妈。大娘，这昨天扶你的好像是我。啊，不是你呀。啊，是我就好了，是我。大娘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？我没事儿，我听他们昨天说你腿受伤了，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，咋不严重啊？都断了，看不见呢。啊，都骨折了还不严重呢？那，哎呀，这都赖大妈，要不是大妈呀，你这也不能这样。来，这是大妈的工资卡，不够啊，大妈再去借啊。大妈，这工资我不能要。哎呀，你就收下吧，你就收下吧，要不大妈真不好意思。我这腿它没断，你看我腿好好的，我还能挑呢，一点事儿没有，没有。那你咋还能坐轮椅呢？那轮椅它不是我的，不是我腿断了，是他腿断了，我给他买的，他上我们家来取轮椅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也不对呀，他腿断了，咋还能取轮椅呀？啊，他现在没断，他一会儿取完轮椅他就断了。反正我这腿没断。大妈，这钱我真不能要，心意我领了。你呀，回去好好休息啊，千万注意，别再自己拽了啊。那没事啊，没事儿，我走了啊，没事啊。大娘，这小伙子真是好人呐。大娘，大娘，大娘。要不你推回去，以防万一。以防什么万一？我以防万一啊，两口子行啊。崴了个脚就说腿断了，赵斌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朋友圈是我发的，我就用点夸张的手法，没想到那个影响你评先进了。你看，赵斌，这事儿我给老板说，先进还是你的，你的。腾飞啊，咱这个先进呢，评不光是业绩，那也得是人品。对，这事儿我做的不对。哪不对呀？扶大妈不对呀？这先进又不是因为你腿断了才给你的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腿没断，你的这种行为也配得上先进。放心，你这事儿我不跟经理说，你也受伤了，好好在家养养。明年呢，我再跟你争。走了，嫂子。张斌，那你慢点啊。没事，走了走了。别，这情况不对呀。咱不能让他走啊。对呀，你10000块钱咱得要回来呀。啥10000块钱，这事咱得给老板说啊。韩磊，你快推我追他去。追啥呀？你这不是好腿吗？啊，对，我这是好腿。赵斌呐，你等会儿。